这个时候啊，众香世界的菩萨来了。儿时众香世界的菩萨来者，不是说他们来了，他们本来就来了。这是众香世界的菩萨就合掌对释迦牟尼佛讲：“啊，世尊啊，我等初见此土，生下列想，今自毁则舍难是心，所以则何？诸佛方便不可思议，为度众生故，随其所应，现佛国义。唯然世尊啊，厌世少法，凡以彼土，当念如来。”这一段的意思是讲，众香世界的大菩萨都不是到了释迦牟尼佛那里，到了时候呢，他们就听了佛讲话以后，释迦牟尼佛讲话以后，他们就是很恭敬的合掌对释迦牟尼佛讲说：“师尊啊，我等初见此土，生下列想。”他们到了娑婆世界的时候啊，的想法是这样子：这个世界真的是非常的得地。你看那个土地啊，高高低低啊，像我们西雅图一样，那个土地啊，没有一块平的，不是高就是低，不是高就是低，高高低低的。佛国净土的土地啊，是平的很啊，亮的很啊，优美的很啊。哪里像娑婆世界的那个土山水啊，这个样子混在一起，水很污浊，水很脏，空气也不好，空气不好，水又很脏，又高高低低的，土又高高低低的，你看又冷，冷的时候很冷，热的时候很热，不会让你看得很舒服，空气又脏，那个风吹来啊，突然大突然小，像这 彩虹雷章寺的以前的冬天，狂风怒号，哇，不是用了七星阵风旗埋在山顶的话，这风更大，吹的整个树都是树全部倒向一边呢。这个众香世界的大菩萨一来一看，哎，这个娑婆世界实在是很脏，生下列想，那正是低等社会，低等的国土。低等，你看我们空气污染，西雅图空气还好的，别的国家的空气就很完蛋了。我以前住台中，回到台中以后才知道，台中已经弄了一个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，现在台中火力发电厂是世界第一啊，是世界第一的火力发电厂。十个烟囱，是十只烟囱，告也没有用。那市长啊，市长就是卢秀燕呐、啊，我是卢生燕呐、啊。市长是卢秀燕，我是卢生燕。
所以你们弄个那个 AI 啊，啊，卢生燕在哪里？他说卢生燕呐、啊，他突然间选上了市长，那不是那个卢生燕呐、啊，那是卢秀燕，市长是卢秀燕，我是卢生燕，两个人不一样 ，AI 有时候也会搞错。那卢秀燕就提出那个诉讼啊，告到法院，说台中的乌烟瘴气，两层的人得肺腺癌，你不要用以台中人的肺来发电呐、啊，火力发电。告到中央，中央驳回来，上级政策，上级的政策就是这样子。台中火力发电厂发电供应全台湾，但台中人的肺呼吸到很肮脏的空气 ，so dirty。我们每一次到了台湾雷藏寺上面一看，底下，天哪！一片雾茫茫，山底下一片雾茫茫。你说那个，你就是躲在房子里面，空气也会进来啊。就算你装了冷气，吹冷气也是一样啊，空气也是脏的啊。那还能住人吗？这娑婆世界真的是很脏。我听说呢 ，New Delhi 新德里的空气是世界第一有名，啊，尼泊尔空气也是很糟的，所以那个大菩萨，那些那个众香世界的菩萨一看，哎呦呀，这土它生。好得地啊，这里的众生真的是很脏的。初见此土，生下内想，下内很脏。今自毁则舍利是心。我们这些大菩萨，这些菩萨都有后悔，听了你的话就后悔，舍利是心。就是说不能有认为娑婆世界是下劣的世界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也是在这个下劣的世界度众生啊。你知道吗？众香佛国的那个来的菩萨多大吗？这里的众生啊，就像小虫。我看过是阿弥陀佛，我见过真正的阿弥陀佛，我站在他的面前，他站在他的大拇指的面前，我的人的身高啊，就等于他的大拇指，他的大拇指都比我还高。我看到真正的阿弥陀佛，哇，看不到顶，看不到他的头顶，我只看到他的大拇指这么大，就在我面前一个大拇指，我的人比大拇指还要小。你说阿弥陀佛有多大？众香佛国的大菩萨身高都很高大的，他看我们娑婆世界的人众生啊，一个一个都很小的，像小虫一样，就生下劣想，你们这些小东西。人家大菩萨一尊一尊都是很庄严很大的，
我们这些小虫站在人家面前，人家都看不起。你看我看那个莲云上师啊，看到莲吉上师啊，觉得他们长得身材都很高大啊，师尊啊站着都比他们小，那心里也感觉到不准的、啊、为什么我那么小，为什么莲云上师莲吉上师他们两个都长得看起来就像个人的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那么长了呢？像毗阿罗上师看起来壮壮的，人家为什么长得那么壮壮的，为什么我那么小小的？所以没办法，只要靠穿鞋子，鞋子稍微长高一点，长高一点也不比人家高啊。就是下列想的想，就是这种想法。你看阿弥陀佛，哇，我指到他的大拇指，连大拇指都比不上。我看到的阿弥陀佛是很高的，我只是站在他的大拇指前面而已，而且抬头看看不到顶。所以这个众香世界的菩萨看到娑婆世界的众生，产生一种下列想，这很脏的世界，很小的世界。